好嘞，我已经拿好了，准备出门啊。哎，来，来，小慧儿，呀，你慢点儿，倒是风风火火的，跟那个腿上长了个风火轮一样，天天，是不是？嗯，赵慧荣。好，我现在拿了一包狗粮，这包狗粮是5斤啊，应该是5斤啊，然后给那个小贝给他拿去啊。给小贝拿过去，今儿可不敢乱跑啊，笨笨。别乱跑了。哎呀，我们又听到谁在那边叫了？哎，小伙儿的，在后头。小贝，小贝，哎呦呦呦呦，小贝，哎呀，你看小贝看到我激动的，小贝，哎呀。小贝，哎呀，好好好，小贝，呀呀呀，呀呀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小贝小贝，小贝小贝，呀，恁仨单身汉能围住一个小呀一个小少妇干啥？这狗生过一次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今年好像没有生哎，这还是一个好事呢，今年没生过。来，小贝，看我给你带啥好吃的了，你带狗粮了。我给恁家小贝拿了一点狗粮，看恁狗昨儿瘦的跟啥呀？搁到这地儿吧，这不是这个盆儿，搁到这里，然后放在这个上面。来，看它吃不吃？哎呀，没事。笨笨，过来，不要乱跑啊，听话。来握手，呀，握手，呀呀，中了中了，太热情了。都会握手，握手，哎，握手，小贝会握手，握手，握手，会握手，哎呀，我一想，看那牙狗吃的来吃的，坐下，不要激动，小贝。我靠，恁仨在对开的？哎，看不着那家狗来，小贝，过来，小贝，看不着。哎，那家狗咋不知道吃嘞？俺没吃过。小时候不是吃过？呀，那都几百年他都忘。别再跑到床底下去了，他得。来，再给恁烧堆点。来，咱倒点，那你别要撑死了，要恁的。我不放啥狗。啥狗啊？啥狗？搁到那块，搁那东西。好。呀，可去去，不拿走给恁嘞，给恁狗放这吧。哎呀，真是的，我喂。那我也不知道他咋回事。吃吧，吃吧。他跑到床下面去了，小贝。我看他进这屋了。脚不睡，脚不睡。他不睡觉，他看见那个狗，他老吓的。他那吓得慌。哎呀，我是给小贝喂小贝嘞，恁仨对开了。恁仨是。恁仨大仙儿对开了。哎呀，回家还喂恁不喂的。今儿相当凉快，俺家那口那风可大。哎呀，这个狗从那个屋子里面走出来了，哎呀，都快吃完了，他们仨。你敢喊他都不管，那狗，哎呀，小贝，你咋的迷糊着咧呢？小贝，来过来，小贝，来小贝，小贝，小贝，这个狗有的时候就迷瞪着脸啊，这个狗。哎呀，好了好，小贝，哎呀，恁仨一边去吧。呀，握手，握手。好嘞，真乖，是张秤的呀。来，小贝，来过来，小贝过来吃嘛。小贝过来吃一口嘛。哪来粽子？谁买的？我不吃，谁买的？这上面已经全部吃完了，我的天哪！一粒都没剩啊！那个小贝算是一口都没吃到，最后全部都让谁吃了？
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走走走，回家回家呀，走走走，回家。嗯，回家回家回家，回家，走走走。小伙儿，嗯，在后头跟着呢。不知道那个小贝会不会吃啊？反正是给他拿了一包嘛，然后到时候让我奶喂他嘛，对吧？那个狗反正性格也是有点怪怪的那种感觉，嗯，不过还是很热情的啊。哎，带这几个大仙儿走吧，带他们再在外面再溜一会儿。说，哎，我说说你，说说你，你这会又跟过来。每次反正他只要看到我，都会跟着我回家一趟，然后我到家再给他拿点香肠，拿点啥的，所以他就比较喜欢我嘛，对吧？哎。我也算是他的第一个主人了，来走，你们几个在这儿玩吧，在外面玩一会儿，我回家给小贝拿点。来，小贝过来，小贝过来嘛，这个狗还有点见外哦，怎么啊？是不是看到这个狗？哎呀，你拔了我干啥嘞？是不是看到狗有点多了？嗯，有点见外了是吧？这个小贝的目的很明确啊，这个小贝说，我就是过来找口吃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走，不是玩的。对于农村的狗来说，什么玩不玩啊，这些什么遛不遛啊，散步不散步啊，对他来说都是次要的，对吧？因为他每天都是在散步，在外面，每天都在外面找吃的，是不是小贝？哎，好，哎呦呦，哎呦呦，嗯嗯，好，等一下啊，回家给你拿点，回家给你拿点吃的。拿了几根香肠哦，走走走，走小家伙，要不你在家等着，出来吧。香肠哦，小贝，香肠哦。哎，好好好，嗯，香肠，我都有点害怕。你说你咋你们四个都看着，干啥来，笨笨？不要激动，来，小贝。哎，拿到一根就走了。小黑也拿到了一根，他俩都各自拿到了一根。嗯，这个狗是知道去皮的哦，那个狗呢也是知道去皮的哦，唯一就是说这只狗，我实在没办法。它是会把整个那个皮全部咬进去的，然后它解手的时候会把整个皮再解出来，就是这样。这狗也是知道去皮吃的，嗯，我又不吃，你跑什么跑？我又不跟你抢，家伙，小贝也是知道去皮的哦。再给他一根，嗯，我手里就剩两根了，刚才那么多，嗯，这个狗也是知道去皮吃的，非常的聪明。那俩就别待费了，好吧？那小伙儿，哎呀，吃东西都不讲究一点策略。这四只狗里有三只狗知道去皮哦，三只狗会剥皮，吃吧。哎，好，给了那个小贝三根啊，小贝吃了三根呢，这个笨笨吃了两根，这个狗吃了两根，这个狗吃了一根半也算是，对吧？然后来小黑，吃吧。干啥来，笨笨？这给小黑的，你还喊着我的手呢啊！你还给我喊手的呢，你真是过分！扒拉我的你还，呀，慢慢吃吧，慢慢吃吧，叫他们。他俩还在吃哦。主要是对吧？主要是给小贝那里，知道吗？人都长这么大了，还吃啥火腿肠的？真是的。
吃完了哈，小贝堆完了哈。你看那小贝那肚子饿的瘦的，太可怜了。嗯，回家到时候奶给你揭开那个，或者揭开那个狗粮，到时候你吃点狗粮好吧，小贝，吃点狗粮啊，听话啊，都多大了，都1岁多了哈。是不是快2岁了？你都快2岁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嗯，你都快2岁了，那个家伙，嗯，小贝，今年没生哈，今年没有生，嗯，我还是想坐那里再休息一下哦，觉得今天风很凉快，哎呀，看到没，蝴蝶都飞不动了，在那儿，今天很凉快。哎呀，是吧，小贝？没事哦，下次再给你拿火腿肠吃好啊，不是家里好像火腿肠好像还有点哦。好。当时这只狗一共救的时候一共是有3只哦，小贝他是一共是三妹兄对吧，就一共是一只是小贝一只，还有一只是黑色的黑炭嘛，是在我四叔家养的，当时给我四叔了，还有一个是给那个养蜂蜜的，我们那里养蜂蜜的一个大伯他收养了，那个是豆豆，那个狗也很好看的，是那种褐红色对吧，褐红色的颜色的，就和那个小贝就和那个小贝长得是一样颜色的，褐红色的。然后我去年的时候还给他那边送过狗粮嘛，谁知道今年我去问我那个大伯嘛，然后他因为他每年就是4、5月份在我们这里收完蜜之后就跑到那个山西大同那里去收蜜了嘛，然后我今年问他，我说那个豆豆怎么不见了，然后他说好像被别人给偷走了，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，真的那个狗特别的漂亮啊，弄得我心里面也不得劲儿，真的是，希望偷它的人能够善待它吧，对吧？因为我送出去的好些狗啊，都是要么是他们又送给别人了，要么是被偷掉了，要么就对吧，就跑丢了嘛，不见了，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就是这样，这个狗算是比较最自由的对吧，它就经常在我们村里跑，一般人你知道吗，一般人是摸不到它的，就是捉不到它的，特别的精啊，特别的能，就是这样，一般人碰都碰不到它，这家伙速度很快啊，堪称小闪电啊，速度很快啊，像我们这里这么复杂的地形，那边车来车往的，他经常过马路的，都没有出过什么大的事情啊，就是这样，这个狗是很精的，能够察言观色对吧，看清人情世故对吧，好，不我手了呀，销售就教会你给了你握我手的技能对吧，其他的也没有教会你是不是，你看我也忍了笨，哈哈哈哈，我去，刚说那个不来电啊，这属于不来电啊，那个小贝你看，那个小贝是很灵活的啊，那小花静眼旁观，然后我妈不是去看我姐去了嘛，去照顾她去了，本来说我是跟她一起去的，但是就是考虑到这几个毛孩子嘛对吧，然后我也没有安排好对吧，就在家再耽误几天对吧，就是这样，就为了照看他们，有的时候人真的是分身乏术啊对吧，就是你看这家伙，就没办法分身，就是这样，有人说看我很轻松啊对吧，当你真正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对吧，这份轻松也变得不再轻松了，就是这样，什么东西贵在坚持就不太容易了，是吧小花，你刚才跑回家干嘛去了啊，你刚才跑回家干嘛去了小花，
嗯，你想回家了？不想玩了？嗯，就奇怪了，这只狗不知道怎么就吃不胖的感觉，怎么就？嗯，你咋吃不胖了，小花？你怎么跟那个瘦狗一样？嗯，我在想它以后如果能吃成大胖子是什么样的啊？我就在一直在想啊。那笨笨和小黑就不用说了，对吧？已经是小胖子。嗯，刚才过去一辆车哦，吓我一跳，我去，吓死我了！走走走，回家回家回家，走走走。